主料鸡两斤，辅料芹菜、韭菜、辣椒、花椒、辣椒末、豆瓣酱、姜蒜、麻辣调料半包。将材料全备齐，把鸡斩块，花椒和辣椒末混在一起，韭菜、芹菜、辣椒全部切断，麻辣调料和豆瓣酱调在一起，放油把鸡油炸干，放入鸡块翻炒，翻炒片刻再加入芹菜、蒜子、辣椒，放盐，这样比较入味。加水，没过鸡块，煮开后再煮十来分钟，煮好后，再出锅时放入韭菜。出锅装好后，在面上放干辣椒末和花椒，锅里烧油，烧冒烟了，倒入碗中，放点芹菜叶装饰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